段时间金钱财运都不错，可以考虑买房投资。而且今天如果想去投资的话，是一个不错的时间，也比较适合去做签约。月亮进入射手座，并逐渐与土星拥抱在一起，与海王星形成强硬的四分相，内心在对知识和信仰充满渴望的同时，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，从而使我们有些迷失方向。射手座的月亮和金星以及火星形成刺激的六分相，使我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关注关系中的对等与平衡。水星和木星形成六分相，使我们在深入思考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社会、医疗、劳工等问题，并用一种平时的态度去追求人生和理想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